去那个富貴漁港吃海鲜。啊，是啊，那么快？我想说晚餐就可以在那边吃，这样，我前面就到了，也差不多了，应该吃晚餐了，好像也，对，差不多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真的是12点到家。啊，不会吧？十一点。你说这边骑到？还有捷径哦，志廷带我们走捷径这样。哎，这条怎么感觉好像是要去富贵角的样子？对啊，这有点陡哎。不要再撑了，可以下来牵了。